气再创新商机。生活中有许多废气的来源，如大楼建筑物涂料、老旧汽机车排放黑烟、田野间的露天燃烧、畜牧业的动物排泄等，都有可能影响空气品质。这些废气除了会影响人体健康外，与水汽结合形成酸雨，更会缩短建筑物的寿命。可惜的是，日常生活中的废气来源分散，大都无法回收再利用，反而工厂制程产生的废气因来源集中，往往可再研发与回收，再创新价值。台塑企业麦寮厂区塑化公司的转化厂，从2010年开始，将原排放至废气系统含有乙烯、丙烯等高价值气体的制成尾气，回收作为燃气，供原物料制成再次使用，重新创造经济效益，达到双赢的成果。本案呢，因为完成后，其实成效还蛮良好的了哈。随即我们就将它应用在于我们炼油部本身的酸气燃烧塔系统，我们一样增设压缩机，还有硫化氢的吸收塔，使含有硫化氢的废气呢可以回收到我们的燃气系统，最终达到我们炼油部也是一样零排放，全部回收再使用。又比如里面含有高价的乙烯、丙烯，我们可以与炼酸厂的气体浓缩单元结合，来回收乙烯、丙烯，其余的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燃气来使用。虽然我们会增加一些投资费用，但可达到资源回收再利用的循环经济，创造环保与经济双赢的情形。这套技术除了在台塑企业麦寮厂区推行，美国台塑公司的德州厂也已经开始规划。目前为止，每年乙烯、丙烯回收量199吨，燃料气回收量每年2576吨，温室气体减排量达6305吨，创造经济效益每年约2765万元。友善地球，减少废弃物排放及资源再利用，是现今许多产业努力的方向。阳光、空气、水是人类及动物生存的基本条件，爱护环境、善用资源，才能永续发展，生生不息。